国旗冉冉升起，小朋友在管乐队的伴奏下高声唱着国歌。为了庆祝中华民国105年双十国庆，驻泰国代表处及华侨界共同在泰国中华国际学校参加升旗典礼，切下双十庆生蛋糕，场面隆重又热闹。晚间驻泰代表处在举行国庆酒会，邀请泰国政商界贵宾、台湾乡亲等800多位来宾参加。驻泰代表谢武桥表示，政府推动新南向政策，泰国位居枢纽位置，经济发展成熟，泰国推动的各项经济发展方案都能和台湾相互连结。台商在台湾和在泰国经历数十年的打拼，也逐渐成为产业供应链的一部分，也都高度支持政府的新南向政策。我相信未来两国在经贸、科技、文化、环保及农业等方面会有继续加强宽广的空间。我国驻印尼代表处欢庆双十国庆也举办酒会，印尼政商界、华侨、台商等共1000多人出席同庆。旅居印尼的台湾艺人白嘉莉也以一袭红色洋装亮相，祝福国家国运昌隆。今天我在印尼雅加达参加了我们的双十国庆酒会，在这里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祝愿我们的国家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，也祝福观众朋友们身体健康、万事如意。驻印尼代表张良任指出，台湾在踏实外交基调下推动新南向政策，邀请印尼企业投资台湾各项旗舰产业，在双方政府支持下共创经济繁荣。我想未来双方面在不管是贸易、文化、教育、农业、制造业各方面都有非常宽广的合作的空间，我相信假以时日这个结果就会呈现出来。酒会现场也设立台湾精品展，展出多项台湾具有创意、品质优良的产品，展现台湾经济软实力。